昨晚，我会为我昨晚的事负责的。昨晚发生的事对我来说很重要，我不知道这件事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，但作为一个男人，我必须要说出我的感受。秦律师，我喜欢你。你刚刚说你喜欢我，真的去。感受到我喜欢了吗？我可能需要再确认一下。你的电话。